把手伸出来，这个呢是我给你这一趟的酬劳。这是什么？小关西和小一泉，你看。那你的酬劳呢？我还有酬劳呢。我给你啊。什么？店里最后一罐冰的，给你了。 这么热的天，还是喝冰可乐舒服。这些日子总感觉像是做梦一样。那就不要醒过来。梦里是很美好。 但是怎么样才能不醒过来呢？把梦变成现实，就可以不用醒过来了。那如果很难怎么办？那就要学会放弃。放弃？嗯。哦。哎呀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后悔了。你后悔什么？我后悔没有早点向你表白。 应该是我先抓住你的手才对。哎，你怎么能那么小只啊？正好进入我怀里。可能是因为跟刚才那两个小贝壳像吧。 我也要喝一口。